Thank you.
谁？这么多呀！就是你，不给我们进房。你不来啊？你进来呀？你这个好歹上一起的过程，你三岁是有情，来来，从下来的从下。
云烟花。我为啥子？他是个娃子的人，你听说娃子？弟弟。儿啊，少金云，你啥子家？弟弟替你照顾好我，你不是家，你二女乱嫁，你是金色妻，你看金色妻，你是女色妻，你。Thank you.
告诉你是天大的事。什么？母女相许中丧尽性命，九色不为家。大宗，你们兄弟终于可以大宗同母女了。上帝早就破获，朝廷纷纷摸着好报，举国震惊，百姓随哪呀？是根本就是两大相争，必有此举一套，朝廷方能专制于过去。信王之争，朝廷一心，百姓有哪里？好兄弟，你来可？
怎地给你分配不女的真是啊你是你是心态的我帮你的真是这句话并不够死你是不是为什么死不为你这些关系你让去跟其他的弟弟上帝你怎么说
我这是在生气，我是在忘记你，这是你我心情的暗花里，暗花里
哇塞，是你上一句话。你小孩子上一句
传诸武帝，立王毛玉。等等等等等等，千万不可，不可放纵归散。此策不得，你这一步一定记你。兵马，你公子军接，我真有。Thank you.
那就是大富大贵了。王云乃一两富家，曾为朝廷的相国公。王云英乃上人心中不华儿子气，被上人举公于此，岂不能心碎彷徨，岂不能骨肉俱丧啊？
Thank you.
去必还。王爷母此计划大出立功，以一大之君去定破一大之人，这不是放虎归杀吗？王茂明也是一方，跟他女儿夫妻，既已大恩将仇，既然死了儿女，怎不将报复？请放虎，王茂明这种公正，放在最高最远，这些我在上帝心里，朝廷。好一个苍天臣，男主去到玉夜飞，好一个小畜生，去给你小小女子，被这些你兄弟子女，死你！
亲自上来拜礼。好子知道你最光荣的是你的一起他一拜。父亲啊。
定要心中过分自信。你不是你，一生不生，但是你一定是恨我吧？上是恩师，下应父母亲生，长师兄，下应父母亲生，上应生前啊！与菩萨谈道。别回家了。